一个弱女子是如何复兴她的故国。大夫君子，无我有由。由，过错。许国大夫与君子，莫要认定我罪状。在池是我国第一位女诗人许穆夫人所作，当时魏国被敌所灭，许穆夫人几经周折，多方求援，最终得到齐桓公的帮助，使魏国得以重建，体现了许穆夫人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。 Deputy 大夫，代表。 Fault 错误。 Deputies, don't you see? The fault lies not with me. 学习国学英语，传播中华文化。